来看看我们的房间，这还有密码锁。哇，这个浴缸有点大呀，躺进去一群人。这洗漱的，哇，这个厕所就很大了啊。哇，好好啊，刚才小哥直接给我们把行李扛出来，给了他1块钱的小费。啊，然后看我们的小阳台。哇，我们刚才来的时候乌云密布，一直下暴雨，一到了这里就晴天了，我们也是太 lucky 了。啊，这不就是在雨林里面住吗？ Live in jungle。看我们发现了大锅饭，海鲜炒饭，他说现在还不能吃，那一个小时以后就能吃。好点，这是墨西哥特色 cheese 味的 sauce， 然后蘸着这个薯条吃。要了一杯芒果的饮料，但是里面带酒，还挺好喝。我们来的时候自助餐已经关门了，要了杯 Pina Colada。 哦，太美了，他盯上了我们的饭了，别过来。朝阳无限好，我们先来沙滩占个地儿。小心咬手啊！我到了，我咋又吐呀？哎呦我天哪，哎呦 OK。 然后屁股在坑里面，哎呦我天哪，再看他玩杂技呢，你把腿抽出来，我在这儿荡着，他就看着他前面玩。你还不想湿，这完全全湿了，头朝。哎我天哪，你终于进去了，最后找到了一个适合他的姿势。快点啊，怎么划船呀呢？哎呦我们转两圈了，他还在这啃。这里就是雨林，我们现在要转站了，因为这里面没什么玩的。我们又来到另外一个游泳池了，这边好多人呢。好了，要下水了，先点杯喝点。看我们如此的逍遥自在，这是一个温泉。这是个耗子吧？请问，腿还挺长。我看看这是什么，妈呀，太贵了，天哪，给你换鞋，交易一整没换鞋，怎么感觉像我们家走地鸡一样啊。
摔到后面。牛圆，这么一大群，太吓人了。仙人掌的，好收收，也不知道啥，不知道不能换血，可比加拿大的瘦多了。路过了一个咖啡吧，这里面是全包酒店，就是只要是看到什么你都可以随便拿随便吃，吃死你也没人管。度假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当然是吃吃吃啊！我们在排队等着进去呢。吃破费了，好大的厅啊！啥的什么东西都是，这是墨西哥餐，不太懂，不会吃。好的，我觉得好看，什么都可以烤。一个鹈鹕，刚才在。扇脸，这就在上面趴着，这是大家一起扇脸。看看你的大脸大脸，你吃的啥呢？腮帮子，腮帮子，好吃。到处都是吃东西，一个个都在扇脸。我这一路走过来他俩了。这是我们的酒店，竟然晚上在这卖东西，我们都晚上回去睡了。这第一次知道哎，优秀吗？这一共二十。挺特别的，但是就觉得不好吃。怎么净说大实话？演员在这里切割，然后做成各种各样的水果，就是手工做的，这个是 Best of One， 我叫 Both American， 25